在油桐花盛开的这段期间，南庄在举办花卉节。今天一起来南庄看油桐花。首先在叶维森林民宿前，就看到油桐花掉满地。将油桐花串成花圈，房客也在民宿后方串油桐花圈。民宿前林道上洒落满满的油桐花，接着一起走到南庄老街桂花巷。这里还有一段乃木齐阶梯，是明治33年6月建造完成，至今100多年了。桂花巷洗山坑，据说这里现在还是村民洗东西的地方。晚上过来还可回忆小时候的场景耶。来走一段康济吊桥到另一端，再绕回到客家巷弄。随即找了这家小吃店，在这顿美味的晚餐中结束今天的行程。